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鄂尔多老男孩。昨天一个老乡说他家的洗衣机好像有点问题，让我过去看一下。我现在就上去给他瞧瞧。就尴尬了，我跑到这里没油了，走不动了。这一箱油50块钱，大概跑了120公里，只能跑120公里啊。买车的时候说跑300公里来着，我也不知道一跑300公里，我原来还想着说能跑个200公里，结果只能跑个120公里。现在没油了，打电话给我老爸，让他给我送汽油过来。上不着村儿，下不着店的地方没油了，这个油表也不准。今天忘记了开盖子，所以取到这里油都没了。我看到里边儿这种芝麻的烟了。我三点把窗户进了湿不了，我是猫是马虎，我倒上凉饭。你不是马虎吧？老子还在。我就三，我三米。没啥事，好看人我。二姨妈，李妈，李妈还以为电视响坏了。这不是一包车的时候，我在往下走，有一档油，但是上坡上倒的在后头。我已经把那个油表也搞好子，还是也不中。我拿着哈，我去上去了。系统不太好，肯定是这连珠板坏了。那要珠板坏了，换珠板来了。你先测一下噻。嗯。应该是珠板坏了。没晓得。肯定是珠板坏了才不能启动啊。嘿嘿，年龄了吧？那多点好睡，老头儿我睡不。找来的人呐，小姨找来的人呐。那我找的是他的老板，他这儿。哦。你是外地的哦？睡嘛睡好，是个那个别人。哪儿的？云南的。云南的，那真够软。我去。哎，你俺家好像确实有点问题，我换一个伤害，就给你整的高好的。
钱回来了。嘿嘿，可以，你看可以了。那是这样说的，连我的新几十万块的也是在网上买的几个还的。这链子的就是没点好。嗯。我的屋头的拖鞋、板凳那些电表、空调的，买了全弄走光了。你那算修理以后的比较少啊，很少见了一般的。厂头经常接触这些东西。哎呀，没戴透明件儿，叫不好看，黑咕隆咚。哎，无所谓了。这是防水，防水功能。洗了，洗看着吗？好了，想吃啊，我们。哈哈哈。走吧，走吧。